Excellencies, distinguished panelists.
好，非常感谢 Dory 就是在这主持我们今天上午的这个活动，而且非常感谢给我发个邀请，可以就是在这就是说话发言，就是诸位女士们，尊敬的就是参与者，我很高兴的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有关可持续性发展目标的一些思维方式，是数字化条件下的这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就是在针对就是可持续性发展的这个目标的这个第23次会议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得到了政府的就是各国政府的高级的重视，而且呢就是联合国在这已经确实联合国的框架给我们也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反映我们的。就是目前的就是我们已经到了什么地步的就是能够反省，而且就是很多国家非常积极的就是实施了我们的就是可持续性发展目标，所以我们在很多方面就能够取得就是一定进展，比如说就是我们在教育等等方面都是看到一个很好的进步，所以就是我们还是有一个共识，就是目前全球的这个反应还没有取得很全面的转型，而且比如说我们还有这个比如说对气候变化要讨论，而且就是我们这个还会影响到就是气候变化确实会影响可持续性发展，而且呢就是互联网的各种技术已经发挥了转变性的作用，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发展方式，推进我们的发展。那么新兴的就是新到来的技术，像比如说就是物联网和人工智能，都可以帮助我们尽快早一点得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所以我们都是要想我们如何可以对这些目标做出一个具有意义的贡献。那么就是我们在这互联网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平台。我们当然就还有比如说我们的我们还有这个有关可持续性发展目标的论坛等等其他的平台，他们也是发挥宝贵的作用。我认为所有的这些论坛都可以做得出独特的贡献，而且它的互相的互补性是非常的明显。那么你们也是多少次听到了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确实就是可以说对于可持续性发展目标来说是关键的因素，那么可以说他们是手段是工具，可是就是这种手段它还是含有很多的挑战，确实就是我们也是面临一定的这些挑战，我们还面临的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是就是这种就是我们互联网作为一种数字化的这个生态环境，就是我们就是有网络安全人权的就是在线保护等等方面，而且就是在这也有一些探讨不了的一些风险，就是这些风险呢我们刚刚开始初步的了解，这个也是对我们未来的劳动和工作就业信任等等都会发挥负面的影响，可是呢我们如何克服这些，我们是如何应对和克服这些挑战，我们是如何就是确保没有一个国家落后之，所以呢就是这个我们还是觉得这个正面的力量需要就是我们的民众是真正对互联网的稳定安全是讲信任才行的，而且呢就是我们在这也是说就是我们要首先看就是首先要尽快发展哪些什么优先性的技术，而且在这我们有我们的数字化合作高级论坛的这个秘书长的这个意见和建议呢，就是我们应该要全面的开发我们的技术创新和技术突破的这些潜力，那么我们应该在这我们经过联合国的积极的作用，我们能够团结起来，不管是属于哪种什么利益相关者团体的概念，我们也还是真正以团结共同体的精神要携手办事。
我们也要就是考虑到我们的多样性，而且非常清楚的是，我们在这还是要更进一步促进我们的这种全球性的，互联网治理有关的这些政策的一个论坛。那么我们确实看到一个就是越来越多的积极的参与，特别是高级，就是高层，就是高层的决策者的参与，而且对于这些就是对技术与民间社会的关系来说，也有非常多的就是关照。那么在这，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些对影响到互联网的这些技术和挑战来说，我们也还是必须就是明白，就是在将来的这些会议当中，这个我们也还可能继续讨论的。现在就是我们已经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就是这些地区的这些IGFs， 所以呢，就是这些已经现在有了2到3年。事实上，就是的确是，就是多边的，就是多边的利益相关者的这种投入，和参与是非常的重要，可以。了解可以更好的了解我们就是有所有的这些就是如何指配所有的这些通讯资源。那么我们在这是有一种集成，就是我们可以就是一种一体化的以一体化的方式想起解决方案。因此呢，就是我们非常高兴的，我们现在就是成立了这么一个开放性的就是开放性的一个国际合作组织。而且呢，我们在这非常高兴的看到，我们就能够就是这些工作就可以说，就是可以指导我们的工作和就是取得一个安全的和乐观的远景。对于这些合作伙伴关系来说，我们应该要优化他们的机会和机遇。特别是我也是作为一个结论想说，我们应该别忘记，可就是持续性发展是全球性的一个事业，而且就是我们的这个互联网治理也是一个全球性的事物。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我们还是有全球的不公平，我们有气候变化，我们有技术的迅快发展和转变，所以在这我们也只可能就是以多边的就是负责任的方式，以集体的方式携手合作。那么互联网技术为了能够得到和落实可持续性发展目标是极为重要的，可是我们还是必须继续在一块儿讨论一切方面，而且我们这样做，我还是相信我们真正能够推广这些技术，可以给人类发挥良好的作用，可以落实可持续性发展目标。对大家的关心表示衷心的感谢，祝你们的讨论丰富圆满成功，谢谢大家。好，非常感谢就是秘书长，非常感谢您刚刚就是给我们就是分享了您的这个远景，而且对我们的这今天下午的讨论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么一个概念，而且就是对于您所描写的这些风险机会等等，而且就是可持续性发展的确是一种全球性的大事业。这个我还是觉得说，就是我是想对您的精彩的发言和您的就是工作小组的全体人员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也是想高度表扬你们的工作，谢谢。而且就是女士们、先生们，下边呢就是我们的欢迎我们的几个这些讨论者，而且就是我刚刚已经说过那样，我们基本上我们是按照3个部门分化我们的这个讨论会，而且我们就是这个行动计划第二十三届可持续性发展目标行动计划，也是一个就是为了全球人类的一种就是行动计划，所以首先我们是集中在人，就是以人为本的。所以可持续性发展目标说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要终结饥饿贫困，我们对于全人类就是要提供一种平等的
健康的生活环境，数字化技术在这只有是慎重的，就是采取这些数字化技术的话，对于可持续性发展和社会可以做出很好的良好的作用。那么就是在第一步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第一个这个可持续性发展目标，那么就是是扶贫，教育性，就是性别平等等等。反正你们肯定都对可持续性发展目标的，你们都能够背出来。所以呢，就是这个，我们在这还有和平，执法和就是国家的有力的机关。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在这。请 Alexandra Warden 是谷歌的这个全球人，就是人权和言论自由的一个导师。那么你能不能就是在这做一点就是简单的介绍，特别是在这种数字化经济的条件下的这种转变下，那么就是哪些最敏感的这些社群，它会受到什么影响和挑战，而且有哪些什么战略可应对这些挑战呢？好，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你们邀请了谷歌公司参加这次讨论会，而且呢，我们就是从我们的领导层到我们的工程师，我们全公司都是，就是全体工作人员都是在想起我们就是如何可以落实这些目标。对我来说，只要我是想起可持续性发展目标的话，那么我一直在想，我们如何能够在全球的范围之内做好和推广这份工作。这个意味着就是，比如说就是言论自由，还有呢，那么我们有，比如说就是非歧视性的对话，而且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就还发现很多新的其他的话题，特别是说到和想到人权的话，我还是可以想起我们的就是私营部门、私营企业，它到底对人权的保护有哪些什么责任，而且就是在这也是需要一定的一种大型的框架和构架，而且我们肯定也是，属于这种大型的构架。那么，数字化技术，就和互联网的数字化技术，给人类提供了一个历史空间的新动力。可是，在这我们必须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意识到我们如何能够正确的，借鉴经验，取得教训。我们一旦就是人类的所有的人都可以上网的话，就是会有什么一个新的情况。所以对这种挑战来说，我们是怎么应对这些挑战呢？那么第一呢，就是我们也是打击和就是反对，就是反对歧视等等，就是负面的现象。而且这一直是就是以人权的为导线办事的，所以在这我们有一种框架。那么就是我们应该也是作为公司，我们如何对待可持续性发展目标，这是一回事。那么就是很多人，比如说就环境、就个人，已经做了不相的启发和，而且就是我们这种可持续性发展目标，就允许我们系统化的、系统性的落实这些工作，而且就是我们对单独的，我们也可以看我们是在世界上。看到就是我们只要是要进步，就是活得进步的话，我们如何对待它负面的那个副作用？所以，那么就是，我一直主张，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我们应该就是要依靠强力的这些框架，所以我们。我们已经有不少这些法律规则和政策框架，我们就应该依靠这些框架。所以就是说，光是企业也好，光是政府也好，这个或者光是社会也好，就是单独的是解决不了这些大的问题，所以也只可能就是以合作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这个今天我是想在这主张的，因为就是我还是觉得就是我们可以提供贡献，但是我们单独解决不了问题。好，谢谢。那么下边我们欢迎。
那么从巴拉圭Miguel Marin 是这个通讯部副部长。我确实有过机会，前几个礼拜是访问了贵国，而且呢，我也是看了你们的学校。你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因为你是一个内陆，一个内陆国家，你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一些经验？而且就是你们正在做一些那些项目，能不能就是促进这个数字化转型？谢谢。我先想说一下，我们很高兴受到这个邀请，做代表我的巴拉圭这个国家。我们是10个人，一共我们的那个代表团是一个多方的利益相关之力，我们有政府的代表，有民间机构的代表，企业代表，比较综合性的一个代表团。如果我们想就是，为大家提供互联网的服务的什么，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是不靠海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就不能直接接触这个地海，海底电缆。所以我们需要通过阿根廷来接上那个联网，所以我们也就是要给大家提供互联网的服务，成本可能比较高，所以我们这边也是给我们那个外交方面给我们提出一些要求和挑战，可能也是一个好处，就是给我们提供，所以我们就用那个使馆限制也是不是很方便，所以我们要看不同的提供要选一下我们要用哪些手段联网的。我们的是，对付这个基础设施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是要推动一个 ICT 的项目，是吧？我当时是这个项目的创办人，我可以能看，他们就是把他们的电脑直接带到，孩子，我也是。意愿就是去在卢旺达，在非洲参与的一个团队，要提供高质教育给大家。但是几年后，我们发现的基础设施不是不够作为一个解决方案的，就是网络本身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基础，你大家都可以，就是接触一些信息和可以利用这个，所以是对各国的那个加强民主化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那个互联网，谢谢你在这个发言。我想问你们的论坛的另外其他人呢，你们有什么想法？然后。阿鲁米迪，你是不是想说话？好。我刚才特别是注意一点是，你说你刚提到的基础设施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我就是很注重人家的那个智能技能。如果人就是联网接触网络，你需要一定的一些技能所以就是有意义的那个联网是很有必要的。我要跟Melissa 说几句，就是要一些过得不怎么舒服的人也能联网什么，在
2017年 Google 在 Nigeria 做了一个事情，就是你没有接触伤亡，你没有一个公有一个制定的 ISP，但是你可以上 Google。就是你不需要是任何的那个网络，附上 Google 是还是给奈及利亚提供一个机会用他们的系统，就是可以花3、4分钟的时间免费，就是用 Google 就是进行一些寻找。就是像巴拉圭这样的国家，是可能一些基础设施没怎么发达的国家，所以那个电缆还没电是什么，技术一直会进一步给这些以前没有机会的人提供这些联网的机会。我不好意思，可能刚刚还没有介绍论坛的人是，他是技术职能的一个，说也是在是 IBM 的新兴企业项目的那个管理者，奥罗米是。奥罗米的爸爸罗拉是在奈及利亚的一个企业，他们做关于人权和的一个问题，以及这个人刚才是在原来是在德国电信公司和 Giza，原来是在ITU。目前是Commonwealth 电信组织的执行秘书长，原来是在LDC Work 的一个公司，原来是做执行长，在萨摩亚的电信部。路易斯，你要不要跟我们的共享的一些？你的看法和意见，谢谢周斌。我要提出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最近就是发布一个表标，就是数字目标，就是6个月之前，就是那个德勤咨询公司，我们就是。找了7个不同的技术，我们就是访问了2000多那个知识和信息资源，就是编制这个报告。我从这个报告的基础上，就想提出一些什么安全和人权的问题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论的人权和安全的问题。我们看这个世界是最近的一些发展，所以我们看就是，大家是如何滥用一些技术，为达到自己的一些目标和实现自己的利益呢？我们的报告就是明确就是，提出。我们是人家可能大家把20%到30%，我们这个 SDG，就能达到这个他们的目标。但是我们也发现，如果你要鼓励大家就是对技术的信任，我们也够鼓励这些企业就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技术的那种安全性。所以我们也是要让他们承担责任的。这是最基本的技术，通过这个技术，我们能达到那个 SDG 的达标是，我们一定要提高，人家的那种连通性，
我们现在已经听说过，就是50%的人就目前还无法联网，所以我们在过去，我们的方案就是包括所有的人应该能接触网，我们就说 access 就是联网的事。所以这个原来是我们的政府决策者和电信业行业的这个方案，就是把所有的人帮他们就是联网的。我们现在发现就是在很多地方就是已经是，但是如何有那个36亿的还没有联网的人，怎么能跟这些基础的好处？好，谢谢 Louis，你的提到的是80年代多少美金，就是就一个了那个 missing link 那个还缺乏的那个联网，就是你要走多少小时才能去到一个固定的一个电话线？所以啊，现在我们就不说到那个固定的，可能也是说那移动型的那个联网。昨天呢，联合国秘书长就说的是，我们到2030年就是要完成，全世界人口的那个联网的那个目标。我就是转给观众听他们的问题之前，你可能也要说几句，谢谢的邀请我，就是。如果你听到人家就提出这个都是全球的挑战，这个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如何做呢？我们就是要合作，要沟通，要进一步协作和合作。好，我们现在开通观众的问题的机会。我希望就是，大家是还是注意到我们的以前的是论坛上的人都提出的问题，或是围绕人的问题，因为现在就是主要是谈一些人的问题。好，也要自我介绍。好像有一个人想提问题。好，请自我介绍一下。好，现在可以。我是，方美林，就是，跟 Vincent Cerf 一起 run 就是，围绕人的那种互联网的一个组织。人家就是刚才发言对我的印象比较深，一直是。我们每个论坛，人家就强调，我们应该加强合作，但是我们就是要开始进一步的加强合作，不是一直光说着。我们现在是一个很，是一种像个长城一样，我们现在是每个人就，演奏自己的乐器，但是我们还没有做一个交响乐队，所以我们就是学怎么就是一起演奏。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是房间里的大象，但是那个大象还没有。所以我就接你这句话，就是，我们一直谈合作，但是没有人都落实和进行合作。好，下一个人，谢谢给我一个机会。我是巴西来的 Fernando，我是一个研究员。我有一个问题，如何将这法？
执法的SDG 让切就了解了。我们原来有一个，最近有一个臭案，有那个 Cambridge Analytica 就是非法的收集一些数据，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就一些严重的执法行为。他们一直是侵害人权的，是反对人权的，因为你看，如果有一个企业，就是违反的一些这样的规则，有很多那个非政府机构 NGOs，他们就提出这个违反，但是如果是在互联网的空间里，在 cyberspace 里面，就是不可接触的，所以我们怎么就是让这些公司如何让承担他们责任？因为他们就是会侵害SDG，他们会侵害人权，他们会阻碍我们的和平和公平的发展的社会，所以这是一种批评性的、建设性的一个建议。Louis，你要不要回答？从我的角度来说，有几个意见，你也提出我也的天地一之言，所以我们在Jesse 的这个倡议，我们就以前做的是，我们一直学习和研究的这些主题，我们就是看那个说怎么就是使那些权利的可能实现的可能。最近在纽约，我们的集合的好几个利益相关之 Oxfam、Human Rights Watch 人权监督的组织，所以我们就一直是一起合作，就是研究拟定一个解决方案，但是这个基本上是那个产业方面的一个企业方面的一个倡议。所以很多就是企业联合会要与民间的组织一起人手的方式就协作，拟定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在我们的网址，我们就会经常就是出版的一些就参和解决方案如何保护工作职工的那些劳动权和类似的一些活动。好，现在要上线的一些与我们的接通的人。好，我们现在到那个远程的枢纽。好，听自我介绍，提出你的问题。还听不到。希望技术不会让我们失败。Benjamin，我们听不到你的声音。能不能把他那个问题念？好，我把它给贴出来，然后把可以念。好，那安这是。我只是想这个稍微的回复一下，刚才这个嘞，所有这些想法啊，我们真的是不断的是收集起来，这种可靠性啊，这方面的确是，那么是的，我们就说这里的这些好的建议啊，都是真的是对所有企业上来讲，我们的确是说要使他们意识到，无论是这个我们的人权的问题，还是在这个我们公民社会所具有的原则，我们觉得就是说，使得我们在这个业务中，对这个整个的人权的这种真正的，
那么就是说，在企业的做这个业务的过程中，也必须要有一种共识，能够有一个合规性的检查。那么是我们给他们两个，比如说两个时间的时间，他们在这业务中也必须要遵守这些人权的这种各种的这种公共政治的这种规则。那么他们要这个有一种真正透明性啊，我就一下强调的还是联合国的指导方针。啊，他们从这个政府方面，啊，他必须有一个框架，这个是政府的这个责任，啊，这框架之下，所有的企业呢，必须要，照在这框架里面进行它的这种业务的活动。那么，就是这个，我们不是刚说嘛，我们有一个 mention has due diligence，就是这个人权合规的这么检查，一种可行性的检查。这一点，无论是任何的产品的，所以一旦上市的话，那一定要把它走上市场的话，一定要把它在这种人权的这种合规检查也必须要做进行检查，使得这些人权方面的规定的工作也的确是从企业方面完成了，才能够让它这个产品走上市场。那概率。米盖，我觉得你的问题啊，是或者说你的这个评论啊，重新就把我们昨天的这个问题给说的，就是人权的保障是一个我们共同的责任，啊，当然我们有数据，我们有这个数据的这种加工分析，还有我们的数据的使用，这方面都是我们人来负责任的，那么肯定了，就是欧洲的这种数据保护法，它也是一个这种框架的条件，一个机制的东西，来把它真正的实施起来也是重要的。我好像知道，就是说巴西事实上也是有一个相应的一个数据保护法啊。我现在本人是律师嘛，我是从事法律工作，那么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真的是要使一个数据成为一种这种一种商品一样的。那么它是不是真正的是作为这种有合规的检测啊，或者说这个产生的这种损害了个人的这种隐私？或者其他的一种违规的这种情况，我们就马上就能把它抓住啊！不是说光在这说来说去，不是的，我们不是说只要光是夸夸其谈。我们现在这个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企业方面，是直接跟它是息息相关。我们对他们跟在发展中国家，我们如果出了问题，事实上我们是要起诉的，我们有诉讼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们必须都是有每个人都有责任的，是吧？如果我们是用一种新的技术，我们就是对这个有责任的。那么，无论是我们如何进行这样的定义，我们整个所谓的这些媒体能力到底是怎么来定义它啊？那我们就知道要说要有一个人要学习什么，他们要知道的知识是什么，来使用我们的数字的方式方法。这个地儿呢，我们也需要一个这么一个指南，或者说这么一个标准，一个 codex，一个方针，来这个把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网络的这种危险性在哪儿，使用性在哪儿，我们的国密先生。那么这个地方我想跟他说的是这样的，我们作为这些国家的层次上来讲，我们真的已经是经常的进行这样交流和合作了。看到今天我们这次大会的这些参与的这些国家和人数啊，也可以说是我们已经共同的，已经是走到一起了。从这个我们互相交流中，我可以看到我自己国家自己的事情，有些东西嘛，可能是说，我也听到了这些其他国家的这种政治层次的所作所为，他们做的和我们所做的是不一样的。但尽管如此，我觉得这就是说，我们能够做到这个把事情做好、做正确的话，我们这儿已经是走开、走到了，就是走开了第一步。我们就是非常高兴，我们能走到一起来。那么，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法规，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也可以说这么说，每一个国家它都作为一个自己的一个人权的这么一个法律法规，就是说每一个企业、每一个机构，只要是在它这个本国的这种法律法规的这种规范下，它也必须要守法的。那么问题是说，如果是真的有这一个企业本身，它在这个国家本身不在驻地，比如说呢，它现在我们现在有好多这种基站，有好多和
很多的，它是作为技术上可能性，它已经不在当地了。那么它这个地方对我们是有挑战的。那么所有的这些组织上来讲呢，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大英联合帝国的这些国家里，我们做过一个调研，就是说，比如像乌干达这样的国家，它的确是有这个关于 OTT 的这么一个法规。那么，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可能是给我报告一下这个事情。问题就是说，是这些人，他自己使，比如说他用这个无线网上网，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所有的这个运营商啊，这个从政府方面，他这个也没有任何收入，所以说就是说，这样呢，也没有办法收税，所以就是也影响了国家的这方面的建设。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听到那刚才网上的那个询问的班杰明吗？再试一试啊，如果不行的话，你就可以，行，我知道，就是说咱们这个时间已经快完了，那尽管班杰明，班杰明，我们现在可以听到你，现在听到班杰明了，下午好，我叫班杰明。我是在纳米比亚的一个做研究的人，那么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说到这个网络上各种讨论的问题，我是这样想啊，那么有一个议题大家好像都被忽视了，就是说，大家关于这个我们这个网络治理的时候，我们老是说，这样的那样，但是我们就说，如果是说把这个健康体制的这种改善的话，我们为什么不会问一下，如果使用互联网来把我们的这个健康状况得以这个改善呢？那么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直接接触到人，是告诉他们能够通过网络来提高他们健康状况，这样他们就会愿意来使用网络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必须有主题，而且是比如说这些我们能够使上网的可能性，然后受教育，我们不是说这个是互联网只不过是一种达到目的的一种工具，这就是我的这个论点啊，它不是要就这个事情论事，而是要通过这个我们的重点不是在互联网上，我们重点是把互联网作为一种工具而实现我们的这个目标。好，好像那个技术上的问题啊，那个已经这个断了，断网，那个和他的联系断了，但是我们已经理解他的这个意见了啊。我自己本人真的是特别同意他的说法，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就是说把这个议题方向改一改，因为的确不是说我们说这互联网就是说互联网的事，而且我们说是利用互联网，比如说我们要有这个改善健康，改善人的生活，好多的例子都是这样的，好多的国家，好多企业或者说很多社会上，它是用这个技术来这个提高可持续性的这种经济方面的这种发展啊。还有一个网上的一个问，John Philip 是一个法学家，我可以给他念一下他的问题啊。那么就是我们的整个报告里的这个第三节上面啊，我们的有些这个问题，关于这个儿童保护这一块儿，我觉得就是我们要需要做什么来这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孩子，啊，这个哈比沙朗帕拉什问的一个问题。那么在座的嘉宾有什么发表意见的吗？班杰明说得很清楚啊，他知道。说到那个儿童保护这块，谁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啊？那么对我来说，我们其实都很清楚了。我们不是老是说到这个媒体的能力吗？说媒体能力对年轻人来说也是这样的了。那么他们第一次上网啊，那么可能是他们并没有这个旁边有陪伴他。那个就是说一个孩子要知道如何在网上也有一种安全的这么一种行为。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总的来说，宏观上来说，我们的孩子应该教给他们，
他们就是说，这个互联网是有带给我们方便的好处，但是也有些是有质疑的地方的啊。是，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在柏林，我们是庆祝柏林墙的30年的这种倒塌。另外呢，我们叫就是说在这个在网络儿童保护这边，我们也是作为联合国大家庭里面做有一系列的这种决心。那么当然了，我知道就是。就是说，有一些网络上的这些，这个儿童淫秽照片，包括一些去这个侮辱的这种这个猫病的这种帖子这种情况，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要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崭新的一个。网络的这么一个儿童保护的指南啊，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建设的过程中。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原来的这个议题上，就是说这么一个总的来说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说要从这个人权这块转到我们的地球来。我要知道，我们老说可持续性发展，这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地球，也能使得我们未来的孩子们不失去他们的家园。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我们地方认识到整个的气候变化，事实上会影响我们的地球。那么这个地方可能从这个技术上解决方案，使得我们从这个保护环境、保护气候，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整个的这种议题集中在可持续性的环境包括这个水，可持续性的水，可持续性的这种气候，可持续性的资源啊。路易斯他是 Jesse 的这个董事长。路易斯，你要想给我们看看你的那个图片吗？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数字化的技术如何在环保方面在，能够有所使用？谢谢 Doreen。我这个5分钟的讲话时间，我希望我不超时啊。我之前也说过了，我们有这各种这个科研项目。这些研究呢，我们有了这么一个最初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给大家看一下。我给大家呢，就是如果是我们这个整个的研究报目，研究的报告呢，事实上已经有了500页，就我们事实上是选了500个这个案例研究。我们还有一系列的这种文件成文是专门是集中于3种高精尖的这种艺术，比如说这数字化的，我这个5G 的技术，我们的这个区块链，我们的这个边缘计算，我们的这个是物联网云，所有的这些技术，我们把它都带到这个可持续性发展这块来，把它看一看能够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这个选择的这个专家也是非常特别的，Jack Griffin。Gabriel，还有不同的这些联合国各种组织的这些负责人们这个我当然也请了很多这个高尖技术的这些企业所有的这个方方面面都发现那这个地方可能你看可能是这个字儿不清楚啊，看不懂，但是就是说在这个这么一个大的这么一个框架下，我们真的是发现所有的这个技术啊，或者说那个160多，相中有103都能够这真正的推动可持续生长。我们有这个量的，还有这个质的双方的这种衡量，我们就说什么地方看到可以能够通过技术来做到真正的改善，简而言之吧，我们发现就是说，技术是真的是可以推动发展的，而且是有个非常积极的影响，能够使得我劳工市场也有所建设。这个结论是非常这个让人振奋的啊！无论是在这个排放方面，还是这个产个不持续性的这些能源利用上，我们都是对它有所。帮助。我知道我们说的这个可持续性的这种发展的目标，到了这个2030年的这种状态啊，我们有好多的这些案例研究都是关于这个从技术解决问题。那么事实上，整个来说是个
SEG 的30%的这种这个发展国情况下呢，它是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的效果的。那么现在目前是说呢，技术，这个本身也需要一个真正的改善，就是说，25%的这种案例上呢，它是通过技术可以改善的。那么我们这个 Jesse， 我们这个社团，我们这个研究单位就做出这样说，在2008年以后，我们就是研究技术和这个气候变化究竟有没有什么直接的这种关系和帮助。那么首先就是说技术的这种发展的脚印，和我们的这种气候变化的这个足印，然后把它们作为一种比较，我们就是说希望呢有一个2020年做出我们的这么一个总结报告，我们其中就可以说明，那么技术对整个人整个的这种气候发展的研究，可以是比人对它的研究超过5.5%，5.5倍。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2015年做了这么一个研究的时候呢，它是还没有这样。那么如果是我们做一个新的报告上来讲，技术事实上本身它呢是可以带来整个排放的减少25%。那我们像上一次的这个报告来讲，就是结果是相同的。这个就是类似的这种技术，那么到了2030年的真正的这种排放的情况，那么还是就是排放还是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减少的，这个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好消息。但不是说我们现在就可以轻轻松松躺在这儿什么都不干了，不是说我们还是得继续的在这个可持续性能源方面进行投资，就是绿色能源方面进行投资，比如说像一些数据的这种库的建设，这个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很有意思对大家来说，就是说技术用的越多，我们就会气候变化这一块，我们就能够越能够应对它而无论是物流、农业各方面各个领域真的是都是通过技术能够带来一种好的一种好的一种方法。那么我们一会儿讨论的时候可能还能够说这件事儿好，谢谢很清楚。那么现在我们也真正可以开始启动了，所以我刚才非常感谢你是连接起来，就是这些数字化和103个目标，这是非常优秀的一份工作。所以下面我们欢迎诸位的这些诸位的听众，或者就是比如说英国联邦，就我们的英国是怎么看，就是这些数字化，比如说就是有可持续性的农业，如何就是保护环境等等，有哪些什么概念？我们说地球，我们当然就是说是土壤，是海洋，是空间，是宇宙，而且我们也是说的是人，所以和人民。我们看历史的话，那么工业革命，这个是我确实可以说就是已经我们做了非常大的进展，比如说就是固定的那个电话，就是花了就是150年才能够全面的覆盖就是世界各地各角落，但是互联网就用了5年就覆盖了全球的世界。所以呢，就是我们做些什么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些我们在这就是给我们的这些友好国家，我们就是做开放工作的，就是我们如何可以开放一种安全的、可靠的和廉价的通信技术，或者就是跟就是最近那么就是这个数字化经济，所以就是技术在这有技术在这有很好的作用，就是我们就代表是人类的1/3，而且就是技术在农业方面也是有
有用的。所以呢，比如说我们考虑到就是这些英国联邦的国家，我们都是有这么一个意识，我们是想起农业，我们没有粮食的话，我们是无法回到这来。所以我们就是这个作业是很重要。我们如何可以过日子？那么我们如何看到就是我们是看到各种各样的学术报告？那么就是现在有多少个人目前还无法接触更好的粮食？所以就是在这可以说是有技术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开始想象这些，就是农村里边有哪些什么革命或者转变，那么就离不开技术。所以这个意味着我们有地面技术和卫星技术，而且就是卫星已经有100%的覆盖率。所以呢，可以说在这政府也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比如说数字化广播。这个都是可以说可以帮助我们大家，就是也是对能够更好的了解政府，也是发挥很好的作用。所以呢，就是在这我们真正要做的一件什么呢？是建设这方面的能力。我们还是在那么我们在萨摩亚，我是来自萨摩亚，我们就开放了市场的时候，我非常高兴。我就拿了一个那个手机，我送给我姐姐。那么你现在就可以用打电话，就是她觉得害怕，因为我们原来还以为呢，就是这个都是自然的。所以，比如说手机是了不起的事，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因为呢，以前是做过国际通信联盟的这个工作。我们对这些小型发展中国家，我们的这些岛屿国，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发现呢，就是要，由于他们是非常的，就是遥远的、隔离的，所以呢，就是要做很多工作。因此呢，我们有了一些项目，我们有一些那些所谓的这些远程中心，所以我们家就是一个。电话就是一个电话中心，那么你可以教育，就是提供一些教育，就是特别是面对这些妇女来说，她们可能是从没有就是上过学校，那么比如说就是我现在就是有那个电子信箱，所以就是看到啊，是我生活在加拿大的儿子、孙子的那个短信，那么当时我是怎么发图片呢？所以呢，就是这个都很容易可以解释。所以这种挑战它是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而且我们如何实施这种全球性的方案，这个就离不开政府和我们自己的人员。往往我们也还是得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够做得出我们所追求的事。所以，我们在这还有，应该给我们的这些发展中国家要传达数字化经济的优势。所以，就是接触是关键。我们还是一直有多少个人接触不了互联网？所以，英联邦在这有很多很多项目，比如说我们在非洲的马拉维等等其他的英联邦成员国。我们都做这些工作，那么就是我现在不多说了，等待你们的批评和就是说明好，挑战等等，我们都是以全球性的规模来设想这些解决方案。你刚刚说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就是和政府合作协调这些政策工作呢？所以呢，我还是。谢谢，好，我确实，那么，因为我原来就是在这也有一个微软的朋友们，我是以前也是就是也是在微软那边工作的，我们也是在这里就是有这种边缘计算的，我们就做了一些那些就是我原来一做就是那些这种宽带软件送到我们比较就是飘就是。遥远的地方，所以就是我们有目标，
但是我们有哪些什么政策？我们怎么定这些政策，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管是什么呢，比如说性别、平等等等。所以，我们如何可以推广这些宽带技术？我们的这些，那么就是我们就做了一个数据的，就是显示一个，一个形象的，就是这么一个工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如说，就是脑液是什么工具。那么大家可以参考我们的这个发展政策，你用不着就是阅读百分之就是多少个就是100页的文章，所以我们做了一些那些系统。好，那么欢迎我们谈到就是我们就是给联邦的成员国家就是做就是解决问题呢，一个是农业问题，因为呢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很快，没有几个礼拜之后，我们就可能就是有就是没有鸡了，就是。那么说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业务是依靠鸡的，而且就是一旦没有鸡的话，那么我们就做不了业务。而且呢，在这我们就可以趁一定的机会，那么。我们在这有一些企业，它可以利用一些，就是它有一些商机。那么，特别是在我们的一些那些英联邦的这些成员国当中，有的发展中国家也有比较发达的国家，这些技术可以传达到非洲，因为就是我们在非洲有的时候往往还有非常简单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好，谢谢。不知道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好，那么我们也欢迎就是听众的问题。还简单的我说一下，我在这想传达，我就是给英联邦想传达的消息是，我们要做的事，我们是做得了，就是我们有政策，我们有什么政策，那个政策多好听。可是，假如我们只空谈不做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所以就是我们就没有办法，否则就是我们不是具体的干活办事的话，我们也不会得到什么好结果。而且说一个，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 Dambata 教授，他是那个我们就在这说的这个农业，也是说通讯公司，所以呢，我们。就是我在这好像有一种公式之类的，就是可持续性的农业等于是就是可持续性的生活。好，谢谢。好，Lisa，非常感谢。他差不多现在已经在这有一个问题在前面。好，那么就是你们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就提你们的问题，或者就是说一个，就是说出一个说明都可以。我是马尔蒂夫国。我是这个科技部的工作人员，我非常高兴的听到你们的刚才的，就是非常有幸觉得就是你们这个讨论是很好的，就是连接是极为重要的。下边，那么可持续性发展的，就是可持续性发展目标的30%一直没有完成，那么就是对于这些技术的负面方面来说，那么地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宝贵，而且我们都等于可以说是这个地球的最小的一个国家，我们已经面临危机，可是我们现在也还是在一种连接的危机当中。我们确实缺少与世界的就是良好的这个连接，成本是很高。可是我们无论成本很高，可是国内的这个宽带的使用率已经是全国的80%。可是我们的国家的发展已经发现了一些就是做了很好的这个发展，所以这个投资是得益的，而且我们有187个小小的岛，或者就是，而且就是都是小小的社会，而且各个这些社会都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完善的社会。
而且呢，就是从多样性来说，我们也是非常包怀多样性，而且我们也能不能就是和世界更好的连接起来，那么就是我们就可以更好的了解全世界的多样性，也会促进我们的发展。可是就是我们面对实际来说，我们发现我们现在呢，就是生活的就是泡沫好像是更小的，而且就是我们虽然就是我们有海洋的这些岛屿岛型的这个概念，可是我们你去世界大都市，去美国的纽约等等，这些人也还是生活在小小的圈子之内，所以我们到处都造成的是这种就是小圈子，甚至就是等于孤岛的，就是比方孤岛的这种小圈子，比如说，那么我们比如说现在可持续性发展目标，我们在这个卫生和健康条件方面已经有了很好的进展，那么可是呢，就是我们在网上要，比如说就是免疫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几秒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也还是想等于就是做出一种等于是几秒的工作要做，所以我们要看到技术的话，我们特别是大的国家，你有电力就可以。可是我们连就是要我们这个国家还要进口柴油，以便就是推动我们的发动机、发电机，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光看我们的这个能源的消耗，我们才知道就是引进新型的技术、发展技术，它可能也大幅度提高我们能源的消耗。而且我们有没有这个财政能力支持这些事？所以我们发现了，已经就是我们的进口货越来越多的全都是柴油。好，谢谢，谢谢。那么，我们还有一些说明，就是我们在这还有一个。我的名字叫安格通东山伯格，我是德国联邦议会的议员，我也是负责我们那些就是互联网政策方面的工作。就我也是想回到 Giza 的一句话，因为呢，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基础设施的问题和技术的连接，那么还有就是教育工作，可是就是在这还有一个部分是或者一个成分没有说到，那么就是内容是有关的内容，而且我们如何可以改进，我们如何能够改进，提供更好的内容，以便帮助人可以自己，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数据库，那么可以免费的下载一些，比如说就是那个，比如说就是拿，假如你有2个水管，就是这个关节。你没有合适的关节的话，就是可以用3维元的这个打印技术，那么你就很容易就是可以修这么一个水管。说就是假如有这种软件的话，那么就好。或者比如说你的楼宇上有没有就是可以就是吸收那个雨水，就是都是很好的、很简单的。但是我们是如何可以提供这些知识？我们如何可以普及化这些知识？比如说，就是有一个软件，是有一个德国学生开发的一个手机软件，所以就是你可能已经有个手机的话，就可以安装一个小软件，那么就是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你先拍照一个，比如说就是有一个因病而死的这个植物，你就拍照，那么就是它可以处理这个图片。就可以发现它可能是什么病毒就去世了，而且就是这种内容，它比如说我们和那些生产工具和手段，连接起来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在比如说乡下，就是修理好和建设好新的东西，所以这个。对于这些例子来说，你们有没有一些把握和了解？或者就是我们能不能改进做这些工作？好，
对于内容来说，就是我们这个内容是好，但是你也需要地方化的本土化的语言。那么就是在后面的，就是这位先生，我先以后就问我们的，好，谢谢。我的名字叫萨德马尔法什，我是一个自由的记者，我是就是无国界记者的一个奖学金的学生。那么我们就是有的地区，就是有的地区，它好像跟不干系，就是政府是不愿意在可持续性发展目标当中促进数字化和网络的接触。有的时候，比如说，就是他们还依靠一些大型公司，像谷歌等等。可是呢，我们在这就是我们发现，就是这些乡下的地方连公路都没有，所以就是这可能首先政府也得做一些工作。所以我们假如只有这种可持续性目标的话，那么有谷歌、有微软等等，我们如何可以给他们提供学校里面用的这些互联网呢？所以，不过就是，假如你的学校原来都根本没有楼顶的话，这么做，所以呢，你就用一个那个漂亮的这个平板电脑，但是你无法使用。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需要比较好的健康的环境，才能够保障你真正可以享受上网的活动。好，谢谢，这个问得非常好。那么现在就是已经有三次的。Nigeria, thank you. 来自奈及利亚，要一些反馈吗？我要，对德国的Domscheit-Berg女士要回答。除了 IBM 的工作之外，我有自己的一家公司。我在突尼西亚，也跟我团队做了一些事情。我们做一些比较偏僻的社区，给他们提供教育，也是给他们一些支持，如何自己拟定一些自己的解决方案。这就是说，我们是在我们的那个项目计划这范围内，我们就教了几万的女孩的孩子，让他们做编码，所以他们可以用自己的那个应用小程序，所以他可以做一个 IoT 的那个万物联的一个解决方案，还是一个一些小机械的方案、机器人的方案，所以，给他们一个挑战，也是把它跟 SDG 连起来，然后说我们在我们的那个小村庄有什么问题，我是把它跟媒体连接，是跟观众有联系，跟商业模式把它连起来，有技术专家，有商务专家，他们就会帮助他们的事。所以我们就一直会培养他们这些想法和，所以我觉得不是，一个外国人来到你的村庄为你创造一些解决方案，还是给你慢慢培养出来你自己的那些技能，主要是商务技能，是技术技能，这个要慢慢培养出来。我回答我要，来自奈及利亚的兄弟，好像你觉得你要的太重要。所以，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助，Google 就是给你的那个小电脑、那个 tablet 小盘电脑，就是你不能为他们的解决我们的国家的国情本身的问题。所以他们就是，所以他们有时候，
用他们的那个智能手机发一些他们的破的学校的一些图片，所以有时候政府官员有一看到这些照片，把他们的那个比较糟糕的情况解决起来，所以一方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你最好不要让这些大型企业，如果他们想帮助您，就是靠他们解决你所有的问题。我们是要确保就是政府的这些行为的那什么，我们觉得最好是政府有相关的对 SDG 的那些意识和这个意向，就要做一些事情要实现 SDG，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没到这个地方。我看我们在联合国那个我们高伦的峰会，如何我们讨论一些政府如何就实现 SDG 的这个什么，所以他们就是提到什么 ICTs，但是 SDG 提的比较少，所以我们可能要进一步是做我们的作业，进一步推进我们的。这些建议和想法，如果我们会做建了我们的一个世界、一个网络、一个远景、同一个远景的这个概念，这个我们这个公社，我们要想到是一些本地的那些情况，这个文化的背景，很感谢你就提出这个方面的一些问题。我回答德国的提的那个德国女士提的那个问题，我就是在电联组织工作，我们就已经谈论到那个电话中心、电信中心，一个最要的问题是如何用本地语言呢？就发这些这些，因为很多那些本地女孩子、女生，她们当时没计划就，就没机会，就是上学院和那个高校的，所以她们就是用那个电信中心，就是一起共同的学习哈，所以。那个时候，教育和那个教练，他用本地的语言教他们，这个是很重要、很关键的。我们就是说那个气候变化的那个数据是一个早期报警信息，就是说如果要洪水的话，就提出这种预防的预报的功能的。所以我在。沙漠啊，做这个电池中心的话，我去在 OCC 就拟定一个用本地的语言的一个教育计划。我们就是拟定和编制这个系统的时候，我问他们，用你们本地语言，给我一些报警系统。所以说，如果有那个报警系统报警的话，就是说，很可能有那个洪水要到来。第二个报警就提醒人家现在要马上抱你的东西要走。第三个就是如果你留下来你会死，你是会洪死。所以下一次洪水来了是第一次。没有一个人是被洪死淹死的，所以我会到你这提的这个问题，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中，我们需要一系列一套的新技能，就是为了你实现那个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我们现在就是只会入我们的那个今天的论坛的最后一个阶段，
第三个 P 是 prosperity， 就是富有。我们就是要保证所有人要有那种富足和成功的生活。我们要保证就是以大自然与大自然的和谐的方式享受那个经济发展。要实现一个可持续有可持续性的社会。回到我们那个SDG 的那个工作计划，就是为了工业的 SDG 的，还有不公平的一些，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这些主题的有什么看法 ，Melissa？ 说到一个更公平的世界，我要给你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那个撒哈拉和鲁南，他们是三岁、五岁和七岁的孩子，他们是从他的学校就移到另外一个国家。我是他们的三个孩子的妈妈，他们孩子是生在这边，这是他们的父母就是被 kidnapped 被枪或者，所以我那个苏老师说的，他说有意义的连同性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思？现在这些孩子很健康，很安全，我知道他们在这里。所以说，就是我的生活就是为了数字的包容性。我现在是在一个做一个智能村庄的这个过程里说，有一个那个数字智能联盟的一个网址，你可以查我们的这个方面的事。富有的不是 Google， 也不是 IBM， 他们做的 IT 的做的是，这是很个人化的一个主题。这是他们，我作为一个妈妈，性这些孩子就是他们想什么，我发现他们没有任何的技术的工具在那边，我就是搞到400台电脑送到上这个学校，所以有很多那些 IT 工具就没有那个本地员的一些内容的，所以就我找一些专家，我花了2年。就是研究的智能的数字智能是什么，所以我找了很多那些工程和什么，如果你入学校，如果你就什么就是这个定义一个那个数字智能和数字扫盲是什么？你需要什么技能？有基础的技能，有中间水平的中低水平和高级水平的技能。所以，不仅是要你要就是主要是重视那个经济的效果，你要教育的效果，还是你做一个妈妈，那你对这个数字的智能也有会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就是有听上的这个了解，所以是一种技能的轮子，我就是觉得可以31个小时内。在一个教室来学这个，所以我觉得不是理论性的唱这个，所以要走出去和实现的这些想法，所以我觉得两
2.5亿人就是不上学，我们可以用什么？如何用技术教他们的认字和上学？我也经常在巴基斯坦进行工作，所以我很感兴趣，我们如何能孩子就获得所需的教育，我们呢就没有一个标准如何的衡量那个进展。谢谢米丽莎，听到特别是很感动你这个故事，也听到你的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的热情。我们现在想听阿鲁米的，就是对纳吉利亚的一些兴趣，就是特别是又能感到公平的教育和的一些故事。再次感谢你邀请我，愿意听纳吉利亚的我们那个角度。我觉得我应该问每一个人，公平的一个教育是什么？一个一个问你们呢。如果你问纳吉利亚，问一个人，就是他的回答会跟英国的一个人的回答完全不一样。这个是跟你的身份和社会的身份很有关的，你的背景是。如果你问我，我是不是经过一个公平的教育，受过一个公平教育，我的回答也许会让你吃惊。我就是谈那个奈及利亚的北部，在奈及利亚的北部是教育不完善的地方，一大部分的孩子没上学在那边。最近几年，我们有部队在里面，有恐怖分子，很多家庭要逃避，有很多移民，所以他们的孩子都没受任何的教育。最近有些国内和国外的助力机构，就是帮助他们提供他们一些资助，所以有上线的一个教育系统，有一个课程。他们帮他们学到一些东西，也是在罗拉，in 阿兹莫一个州，一个省，一个外国机构给那些学生，给他们的一些电脑，有本地人的那个内容，他们是学到那个英国字，他们的 ABC，他们有一些数学的算法，英语的一些，然后可能也社会学的一些内容，所以他们就不一定要上那个正式的教室，所以这个可能不是你习惯的这种传统的那个教育，你就用自己的电脑，但是孩子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所以这是不同一点是什么？在哪家？我们说那个一场的一点是跟不一样。所以一个新兴企业，
可能够做一个信息建设500-1000块欧元的一个月，但是在那家，你用一个律师，你给他们300欧元，500元的。所以，如果你找一个人，就是你可以上线，所以你可以找一个很好的工作，那么我们现在回到原来的这个议题啊。那我们现在是说，这个讨论的主要的议题是我们的增长，是数字化的技术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推进我们的增长，是对全球的经济是不是有好处？那么所有的数字恰好说明了这一点。那么就是说是真的是，以亿计算的这些增长的数字都是呈现出来了。那么我们这个所有的这种研究也说明了，这个技术本身是在带给我们人类的是进步的，是有好处的。那么现在，我并且我自己本人呢是处在一个这个经济的这么一个项目的，那么我们就是说，在这个经济发展中，我们能如何来应对这个技术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这个侧面的这种影响，负面的影响，我们能够有所这个对应。那么，在使用技术的时候，在一个广阔的领域内，我们就是说，把这个从宏观来讲，当然是我们有现在是连接性，我们现在有这个通过网络给我们提供的各种的服务，无论是在农村，无论是卫生界领域，无论其他领域，所有这些好处我们都是不断的说。但是呢，我们也要想到，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这个像外界，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些比较敏感的这个地方，那么有一些。我们要知道，到了这个2030年，我们这个如果想把这个事情推动起来，肯定要把这些负面的东西呢，也要考虑到其中去。那我们要知道，究竟我们要使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有好多事情要必须要得到注意。比如说，一个是我们说的这个数字的这种聚集，这种更多的人都现在都可以上网使用网络了，但是尽管如此，还是仍然有一些人他是这个没有上网的可能性了。我们就发现这个悬殊这种说这个鸿沟一样的这种隔阂，是越来越明显。所以说呢，如何从政治层面上，政治家能把这个问题解决？绝了。那么，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说到人权和个人隐私的保护，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真的对此有一个透彻的了解。这个地方也可以带来一种影响。那么一旦是有了负面的影响，可能会影响全球的稳定性。这个地方我就不必这个进入细节了啊。总的来说，你看看现在的这个脱欧的情况，现在这个整个的选举的状况，你就发现就事实上是，数字的工具呢是被滥用了啊。那么事实上呢，它是用这个工具来破坏了一个民主的一个社会的氛围，这种情况也都发生了。所以说我们在讨论中也要想考虑到这些事情，而且我还要强调一点，我真的是非常坚信技术带给人类的是积极主动的东西，也使得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但是呢，如果真的能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进程中，我们必须要看到那些负面的这些东西。我刚才听到这些提到问题，德国的这些政治家们，这些议。
员们提出的问题，可能你们提出的问题是正确，但是我可能理解的不太对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是说到的技术，但是我们关键的还是要知道，把这个技术真正的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用到啊、能够使这个我们比如说在这个学校能够用到我们数字化的工具，使得孩子们更好的、更迅速的能够学习。我们事实上呢，就是说，生活在一个非常有特权的一个世界，我们还要考虑那些全球没有这种基础设施的、没有办法上网、还从来没有能力上网的这些地方和这些的人民。这地方我们就是说承担了一个从政治层面上的促进投资，在这些没有网的地方建设这个网络。那么网络本身它作为一种人权来讲，它也是技术的这么一个真正的这种真正对它的这种价值。但是呢，在这个网络发展的同时，我们还要不能够放弃的就是说我们的道德准则，道德准则是我们不能够忘记的一件事。好，是不是还有什么可评论的？刚才这个德国的这些议员们说的这些问题，的确是你们说的是，是互联网已经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这种信息，它使得我们这个提供了我们发展的机会。那么，如果一个电脑是一旦和这个网络连起来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就可以得到这些。但是你知道，在农村地区，有时候就是说你把这个电脑和这个网络连接上了，但是农村的人他自己不知道怎么使用，过了好几个月，你跟他说这样用才行。我们是个 PISCO 曾经在美国也做过这么一个实验或者统计吧，他说。他们的这个统计结果就是说，比如说有些人，整个的这个很多这个农村地区，他可能还是在这个靠这个煤炉子在这个做饭呀什么的。完了，这个人去了之后还跟他说，他做的还是用的还是这个煤炭的这种烧煤烧柴的炉子呢。啊，你到那儿跟他说啊，你那个上网看看你怎么那个好好的这个煮粥煮饭吗？这个是不匹配的这种情况下，那么这上呢？他这个地区呢是可以使用网络的，但是事实上他没有这个知识，就是说信息本身它不是一个知识，真正的知识。但是呢，如果是你把这信息带给人类，人类把它用起来了，这才变成了一个知识。这个故事也是非常有意思了。这里有两个人有问题，你可以介绍一下自己提问的人。我叫 Master Deutsch， 我是一个研究员，我是这个德国的一个咨询公司的这么工作。我们刚才看到这个500多页的这个报告，来提到这个我们数字化世界的未来，而且呢说到我们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我就想呢，把这个整个这个情况吧，到了2030年，我们的这种想象，那么那个时候这个世界应该是得到彻底的改变了，但是我们目前现在干的数字化进程带给我们的这种变化，事实上是更多的是由经济界来推动的，那么所有的这些改变，特别是在经济界的改变，有的时候并不是可持续性的。这些改变它的这个结果，往往有些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料，那么如何把它这个经济界和这社会带到一起，能够找到一个积极的一个解决方案，我这点我觉得是一个问题。另外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数字化的进程呢，要给它定一个目标，因为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整个的数字化或者说网络，它应该本身就是成为一种工具，一种手段，而且这种手段呢，它也必须是可持续性的，不能是说浪费资源，不对环保有坏处的这种情况。那么这点我们好像还没谈到。那么要说到这个数字化的这种杠杆的话，那么到了2030年，我们必须得有一个整个的体系性的针对一些很多的问题的这种解决啊，真的是，如果是我们在这整个网络使用中，我们可能也必须要有这个能源的这种考虑，也可能是说这些所有这个南半球的情况，我们通过这个真正的这种新技术的开展，能够使南半球富裕起来。
那么使得这些不平均的发展、不平衡的发展能够有所改变啊，能够这个把这个贫富悬殊，这个有所减少，而且推动，比如像中国的这种民主化的进程。那么我们就是说这个还，那么我就是问你们，在这个所有这个数字化的这种变化，我们如何能够使用到恰当的这么一个程度，才能够真正推动我们全球的这种发展？这点是很重要的一题了。我们必须要知道，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联合国的框架下来进行我们的讨论的啊，这也是政治层面的问题。因为我们说不是不断的说，都是说一个框架条件嘛。这地方可以谁可以回答这个话？我名字叫 San Diego， 我是哥伦比亚来的。我是一个这个创新实验室的，我以前呢是这个给一个学校工作过。我们知道哥伦比亚的学校啊，事实上我们就是说在这10年以来已经给学校都提供了这种电脑中心，但是呢我们事实上没有这个真正使他们这个有一个网络教学的这情况，我们没有能够真正这是测量过，或者说这个这具体的去检查过，所有的这些电脑是不是在教学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个好的作用。我们开始想这个电脑真的是带到学校去是件好事儿啊，但是我现在真的是有点怀疑了，是不是真的是积极的一个作用啊。我这个地方我就想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些数字化的这种能力啊，它也是一个差别很大的。事实上呢，我们有7种不同的这种各种的这种可以说是鸿沟吧。那比如说这个从这个网络的这个流量的这个情况和这个速度的情况，和这个也可以说说。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鸿沟我们好像没有提到，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是有好的意愿，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一些弱势的人群，这个呢，就是说我们提供的一切，但是我们的这个对象群是，如果它是城市的，那么可能就是容易一些，但是在农村地区，就比较难一些了。如果是商业性的，可能就是容易一些。我们比如说要这个出售商品啊，这种电商啊。但是呢，其他的这些情况，就是会更难一些。所以我们如何测量我们的这个，这个结果，我们就是好的意愿实施起来的结果，这个我们应该有一个这么一个测量。总而言之，我就是说，在这个数字化的世界里，我们也要有一种评估，这个如果是评估某一个这种具体的现象，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有一个科学的这么一个规则吧。就是说，如果你对一件事情做评估的话，如果是你可以这个把它这个做量化的话，你就能够把这个事儿比较快的这个推进。我觉得对网络也有这么一个要求。如果两个人他这个起点是一样的，但是他的这个竞争条件不同，环境不同，那么可能这个整个的这种互联网对他的这种帮助也是不一样的。或者说这个一个人他可能会外语啊，他是说英语，那么他所在互联网得到的帮助好处，他就和这个不会说英语的人就是差得远了。那么你想想在这个哥伦比亚的话就是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有外语能力的，如果是他没有英语能力，那么真的是另外完全不一样的。
或者说一个人他是有这个账号，他有这个信用卡，那么个他就是可以在这网上这个加入这些网购啊，这些情可能性就产生了。但是如果他没有这个，根本就没有这银行卡，那他怎么可能在还什么网购呢？那么，如果一个人，比如说他上这个小学，本身他自己只有小学教育，他根本就没有办法从这个网络上得到这个他所希望得到的这个信息，都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每个人使用网络的这个可能性都是不一样。对，是哦，你这个是我必须打断，因为你时间到了。但尽管如此，你说的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现在就是哥伦比亚 Benjamin 有一个网上给他的一个提问，我就是刚才那个 Benjamin， 我又来问了，我有一个，问大家这个，嘉宾，就是说能不能真的有一个技术，一个大的一个技术企业，一个专门搞技术一个大的企业，那么把他们这些大企业的代表来带到一块来，就是说，我觉得啊，我们在个这个 IGF 说到发展中国家，说到这个农村地区，但是我的问题是说，是不是可能使这些技术大公司，也把他们让他们坐在这儿听我们说的，或者说他们对此的意见也把他们说一说。因为我们需要他们嘛，我们需要这些技术的。那么，如果是让这些大企业、科技大企业，他们能够这个对此有一个认知的话，他们也可以把他们赚的钱拿出一部分来支持这些弱势的地区，是不是也是可能呢？所有这些大企业，他们必须要进在这个流程中嘛，特别是这个 IGF 大会上，我们就是应该把他们找到这儿来。Benjamin， 这个想法啊，这个意见真的是非常不错。我们现在只有5分钟的时间了，那我还是要请这个，我们的这个，是不是刚才听到的这些批评啊，或者说意见啊，那个你们是不是可以回馈一下？刚才有一个问题就专门问你的，是那个大科技企业，比如说谷歌也是这么一个大企业，那能不能让他这个把这个，进入这件事情中间做出应有的贡献呢？还有说什么？你想你的小好，大企业啊，这总的来说，那个好多这科技企业都是大企业嘛，我们也是这个是非常愿意支持大家，在这个 IGF 的这个论坛上，能够各抒己见，能够找到新的解决方案的，我们当然愿意，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那么，真的这个是可以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说到的学到的一些什么，或者说我们学到了什么呢？我这无论是一个嘉宾论坛，还是说这个所有这个听众提出的任务，我们这个互动中啊，我们就说学到最重要的，还是说要我们合作，合作是最重要的。各个层次的，我们都是要有一种，相互的这种联系，就是我们这种大的科技企业在我们的全球的工作中，必须要知道我们的产品应该是在这个当地，是就是如何的这种有它特点的，就是说我们要把它这个本土化，要适应本土的这种特点，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好，就是我们在这，也就是这些大型技术公司的代表在这，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就是我们在你的那阶段，就是我们有这个法律环境，我们就是在这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这往往很多延误，就是特别是司法工作，比如说就是你就是上法院，有的时候有20年，有40年。因为就是这个时间连写一个审判书就是花很多时间。
所以我们要帮助就是这些律师做好自己的工作。可是比如说就是假如能够就是开发一些软件可以帮助这些法官写自己的这些审判书，那么就是很好的，就谢谢。好，我非常抱歉。我就是听这可惜，就是这个项目，就是这个项目没有成功。我原来是参加过这个项目，而且就是我也原来是受邀请参加了这项目，所以可是那么就是有了第一个问题，比如说呢，就是这个金属和就是这个稀土，这个稀土是一个不是一个。经济问题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我们确实十年前已经有了这么一个倡议，那么就是说这种就是负责任的采开矿物的联盟。那么就是这个问题还是有一个问题，因为就是这个往往的这些事都是往往政府所操作的一些工作。可是在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技术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在这有一些问题得解决，而且技术它可以发挥良好的作用，它也有负面的作用。所以我们要写这份报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就是好的方面，我们看到负面的方面。比如说我们说可持续性消费的时候，我们都是就是作为个人，我们就是两三个这种是智能手机，这个有意义吗？这已经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我们都是要对我们自己的行为要表示，就做一些那个数字化的行为，就是我们要改变。我们对于这些政治家，我们要给他们说明，就是我们要想办法把负面改成好方面，而且我们是可以怎么做的，我们是有这种知识。所以我还是说这是我们给大家提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们可以说我们向技术公司就是在这可以，我们就可以携手合作。好，谢谢。好，这个我是觉得是个很好的说法。我确实想在这说一个总结，就数字化技术是一种手段，是一种工具，它允许我们的国家，允许我们的政府，允许我们的人民追求可持续性发展目标。数字化转型帮助各国政府能够加速地给自己的公民提供政务和公共服务，而且就是我们的公民就需要这些公共服务，都是非常需要的。那么因此我们在这还有这种数字化的这个差别，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想办法克服这种差别。而且我们还有呢就是能力的建设可以说是一种关键的问题，就是在这是有挑战的，这个我已经说过。可是我们要深层的看的话，分析这些挑战，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在这有新型的这种技巧文饰，而且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共同获得一共就是17项可持续性发展目标。我最后也是想做一个答复。那么就项目的话，你看了，那么就在这就那些就是对这些利益相关者来说，你是要分析一下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你是先设想一下这个数字化或者这个数字差别如何克服，如何完成了一个工作项目之后，什么都可以发生，都是可以发生，而且你。那么就你给小孩子提供这些电子化或者这些数据化的这些手段，但是他不一定就会更好的学习数学或者地理。所以呢，就是我们也还是对于这些工作项目的评估方式，也可能就是来说会有一些改变。
那么我们对这些项目，对这个教育项目的确是有一定的期望，我们也非常希望改进这些项目。我们有可以上网的话，那么就可以做一些好事。好，那么我们基本上也是就是准时结束。我首先对大家的邀请表示衷心的感谢，就是今天有了机会，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意见，那么我就很高兴，而且今天就得到了一些意见，因为我是在这是这个私营部门的代表，我们有两个大的那个技术公司，我是代表 IBM， 而且我的朋友是代表谷歌。所以我们都是非常热情的做这个，而且比如说我们还有微软的同事也今天也是参加今天的活动，他们到来是因为就是我们在这有一定有一些工作要事，可是我们是真正关心的，所以合作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词。那么有关工具，那么要提高这个经济效果、教育效果，提高妇女的这种参与权，可就卖得起。还有就是技巧，那么互联网的速度，那么想象就是如何实施项目保护，而且就是人权，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好，谢谢。确实你现在就是事实上替代了我的工作，而且你基本上已经利用了所有的这些关键词，那么我也只可能对我诸位的这些发言者表示衷心的感谢。那么现在花了两个小时，时间很长，可是远远不足于讨论我们这些关心的这些重要的话题，那么应该就是多花一点时间谈得更深。而且对我来说，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收获是什么呢？是合作是关键。那么我们需要就谈话，谈话是很重要的。就你开始行动，合作，那么就可以采取行动了。因为目前世界上还有36亿的人一直没有上网，他们等待我们的工作，等待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在需。西欧校从不可能会有足够的老师，医院不会有足够的医生、护士等，所以互联网给世界提供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机会。当然就是它也是含有风险，说实话含的风险也挺多，可是我们要想个办法，我们如何就是获得它的良好的方面，并不是考虑到它的恶劣的方面。所以数字化是一个关键的手段，它是一个手段，是一个工具，能够帮助我们取得17项可持续性发展目标，所以这个是一定的。而且我非常希望我们将一定真正有机会获得或者落实完善的落实17项可持续性发展目标，所以对大家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今天能够在这主持活动，我也是感到很荣幸的，也是很高兴的。而且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这个写字员快写，就快写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做得非常优秀的工作。而且就是远程的听众观众，我们也一样，就是网上的这个朋友们，我表示衷心的感谢。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今天的是诸位讨论者，都是非常有做了非常优秀的、非常精彩的贡献。我非常期待着与大家继续合作，而且就是我们真正要采取行动。谢谢大家。而且再次对您表示衷心的感谢。